红警心灵终结中暴风雪坦克优缺点简述。暴风雪坦克是心灵终结中盟军子阵营太平洋阵线专属的高级反步兵兼防空坦克，造价1300。装备的武器为逆温炮，能暂时让步兵和恐怖机器人的速度降低50%。且逆温炮的高射速和精准度使它的防空能力也同样令人惊叹。也能够在移动状态下进行攻击。可以进入坦克碉堡进行攻击。自身也能够免疫冷冻云的伤害。尽管暴风雪坦克可以凭借射程优势来对付大部分普通坦克，对步兵的杀伤力也无可置疑的强大，但对建筑单位伤害却并不理想。所以你在游戏中喜欢用它吗？